看来买那么快看，那个是我的后期小姐姐，你还记得吗？今天是她入职半周年整的日子，她也是第一个加入我和大黄团队的呀。今天打算给她一个大惊喜，带她圆梦她心心念念的帅哥。哪个帅哥？之前只露出过几秒钟的，粉丝都说特别帅，特别帅的那个。哦，我们现在去找他，待会儿看看他见到那个帅哥什么反应啊。还有最后，嗯，喂，怎么了？最近简直个片子不太行啊。点赞量都下滑了，粉丝们你们不喜欢我剪的片子吗？行，你别剪了，嗯，怎么了？跟我去拍摄吧。为啥要我去啊？我们今天要去宁波拍一个赛车场的情侣大片，你
了，现在已经到了拍摄的场地啊，看到没有？国际赛道，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级的赛车比赛。我觉得咱们进去怎么样？帅不帅？好帅呀！忘记你手机里面那个男人了吗？还没有。现在已经到拍摄地了，怎么这么多车呀？这个地方是宁波领克运动体验中心，在这儿会有一场 WTCR 赛车比赛。你知道我最喜欢的赛车手是谁吗？谁呀、啊？谁啊？是林志颖。就是看放羊的星星的时候，特别帅，有没有？希望今天我们能遇到那种林志颖那种帅哥，真的太帅了！怎么样，这车帅不帅？喜不喜欢？我喜欢那个蓝色的，这个更好看呢。待会我们就在这儿拍照吧。如果能找到帅哥的话，那肯定能找到啊。走吧，走，还在这看呢。这个车你很喜欢啊？你要送给我呀？帮你拍张照片吧，留念一下。三二一，等会儿我们就把这辆车买给他，看他会是什么反应啊？我们进去看看。帅啊！你眼睛真的好好看呀，喜欢吗？但是我更喜欢像林子一样变得儒雅一点的。哦，这么多人你干嘛呀？待会儿会有一场直播，咱们中国的品牌领克也在里面，我们为中国的参赛品牌领克点个赞。趁比赛还没有开始啊，我们先看一看有没有帅哥。我去，这个比卡丁车服帅100倍啊！找一个帅哥，我们待会儿让他穿上这身衣服，一定特别帅。哎，这是啥？游戏机吗？赛车模拟器？什么游戏机？这个东西自己玩没意思，还是得找帅哥手一起玩。我们到这里面看看啊，没人。车手呢？算了，行行，你在这边再逛逛，我跟大黄去外面看看。帅哥应该快到了，我俩打个视频。Hello， 哎，你在哪儿呀？我现在一楼。那我现在去找你啊。可帅，好好好，可帅。找到了，找到了。走走走，我带你去看。快过来，快过来，就是那个。红围巾那个吗？对呀。走走走走走，看不清就近点看嘛。你要不要近距离看一看？我偷偷的看一下。怎么是他呀？是我喜欢的那个。走走，我带你去。嗨，一子周。嗨，于姐。今天主要是想带一个人给你见，是我们团队的后期，心心念念你好久了。就是我们拍那期视频的时候，虽然你只出现了几秒，但那几秒他来回的放，要不鼓励一下？还记得他吗？看小区的时候他是第一个出现的，便是特地来宁波的，知道你来这里。你为啥来这里啊？我跟朋友来看这比赛的。没想到你居然还喜欢车呀。作为中国汽车品牌，领克真的是让我们感觉到很骄傲的。我小时候一直有个赛车梦，现在领克在这里开了一个运动体验中心、我想实现赛车梦是吧？来这里试一试。哇，想不到文质彬彬的外表下还有一颗野心的心啊。要不马上就拍一场赛车服的这个照片怎么样？可以啊，一会儿要不要体验一下？问了他们，可以的。那我可以穿那个赛车服吗？可以啊。啊，可以可以可以。哇，其实领克在前几轮比赛中已经拿到了很好的成绩，所以说今天晚上的收官战很有可能再一次夺冠，实现3连冠。是的。太激动了，太激动了！哦，你看，中国速度闪耀世界，我们一起为中国点个赞。今天的拍摄，想开心吗？梦想成真了，姐姐。高兴吧，高兴吧，还有更高兴的呢，走走走。啊？啥？这是什么？这不是我的梦中情景。来，肖老师在这干嘛？给你的。要不然我带你来干嘛？你以为光看帅哥呢？去看
一下，这个是试驾车，你先试一下，感受一下。不过我已经定下了，你就等着提车吧。你好好感受一下啊！你看他开心的，看到这种场景，我都觉得好高兴。我们团队的人能够收获到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感觉他拿这个账号不仅仅是我跟大黄两个人的功劳，更多的、更辛苦的，在你们镜头看不到的地方，后期小姐姐没日没夜的剪片子，打光小哥哥在弹光，还有屏幕前的你们对我们的每一个小星星的支持，才有了我们今天。之后的日子里，我们会一起再给大家创造更好的内容，带你们去看更多的帅哥，给大家更多的快乐。让我们一起加油吧！